请为师父保证，将你当真圣下仪。当日你灵秀可以说，那我今日便为你过上这个不疯的黄天兵。只有不见你的内力，倒是增进了不少。自然是要多亏师父的老人家。你对师父做了什么？不过是向你李相宜生死一线的事告诉他吧。我现在就要对神圣的功德，我一定为师父报仇。你邪恶越低沉，我现在已经想办法让人四处寻望玄花了，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我发过命这一世，只要你莲花一遍之前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感谢主。门主李相宜，去去重去去，来时是来时。原来我已渐渐的小红书。